这是在智商里上次拍过一次《七夜睡眠诀》，很细的叶子，粉碎的碎，睡米，吃的米，我们吃饭的米，《七夜睡眠诀》。有人提到说静一点比较好一点，于是我就过来把这个比较细节的地方拍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他算一回两回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叶子干枯的。它在水分不够的时候，它会形成这个样情形。看起来已经枯萎了，其实它有水分的时候就会再长出来。这也是一个生存的策略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孢子囊堆，把叶子翻开了一下。孢子囊堆目前只是房顶而已，看不太到什么孢子。那个孢子是还蛮漂亮，包在里面。那它也是一段一段的。看一下这边哈，